自己捧的角怎么会不心疼，还是请粉丝控制个人私欲。是一样尘而去，我不再是他平生一片片爱别离，而你我站如雨多留意。他真的是被那一次网暴黑怕了。谁的眼睛总让我沉溺，我没碰到心在你的心里，从没出现我身影。演出前一晚，小岳岳意外得知自己的父亲去世了。昨天得到了一个好的消息，岳云鹏的父亲昨天去世。按说我们是可以改机票让他回去吊孝的，但是岳云鹏是出于为观众考虑，戏大于天，哎，所以说坚持的。有这么多年的努力，这么长时间，我不瞒你说，我错了，连孩子挺多，说不过去，让差个年头，差个辈儿，让我们让了。有时候观众起哄也要有个度。你的一字一句，一笔一点，都化进人世年。你是火中脱不掉的情节，看尽世俗红颜，知己难。他们真的做到戏比天大。是感动了。生命多里有多少载，看罢新人看旧人。林小贤小小年纪承受了大部分师哥没承受过的痛苦。有人在网上骂我被装了看不见，打电话卷了。怎么还有人打电话骂你？他们在网上买到的手机号。太夸张了！你好厉害呀！你叫我怎么还当美女？天下一等的真好会哦，好厉害！和 CP 都舞到正主面前了。南城也会名满天下。知道我搭档吗？您搭档？没事，知道。我搭档谁呀、啊？行了，没事。我搭档叫张鹤伦。这个啊，对，老师，对。虫哥带我过过这个气氛。啊，谁让你们哥俩说的不行呢？